这边，这手都打晃了。别叫万哥。不在乎这些这点钱。我拿呗。这也得一个小时。对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开。那就卖一块，再比如下一块说给你报开价。行，回头把。再乱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一块，直接就变成那个下午茶了。没有估计。没有七个人。我哥们儿老婆。分钱哦。Thank you.
稍等。没事，你干你的。嗯。我说他。帮我录下。就恰好了。拿轮胎工具。
但其实咱上车啊，踩一脚气筒就差不多了。我扣干。